我能否进行户外烧烤？在 fire danger period 不得进行户外烧烤，除非能确定当天不起风，且烧烤周围及上方没有任何可燃物，全程必须始终有一个人在场。烧烤结束后，炉灶需关闭。在 total fire ban day， 只能使用煤气或电子烧烤炉，必须同时有灭火用水，不得使用木炭、热炭或其他类似固体燃料进行烧烤。如需进一步了解如何合法进行烧烤，请浏览 cfa.vic.gov.au/languages。